澎湖中心桌球赛今天上午8:30中简单的举行了开幕式跟开球以后正式展开比赛。参加比赛的队伍男子团体组有13队，女子团体组有3队，男子双打有20组，女子双打有4组，混合双打也有4组。另外有53个人参加了男子单打，9个人参加女子单打。在澎湖，这是一项大规模的桌球比赛。